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关于中风病的一些这个保健啦，或者是推拿一些治疗方法。中风病我们呢也叫脑卒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病呢，发生在脑部再一个呢，得病非常的快，猝就是突然的意思中呢就是中风。风呢，我们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所变，就是它呢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呢，古代就把这个病呢形容为中风病，就是得病非常的快。中风病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些什么病呢？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疾病呢，我们有两大类。一类呢叫缺血性的中风病，还有一大类呢叫出血性的中风病。那么导致这个缺血性中风病的一些原因呢，你比如说像一些高血压啦。动脉硬化等等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出血性的这个中风病呢，大部分是由于这个也是像血压偏高的时候呢，你像在一喝酒这个很容易导致血管破裂还有一些呢就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有动脉瘤在一些剧烈活动的情况下呢容易出就是突然血管突然崩裂所以说这两大类疾病一般情况下缺血性的呢容易是在这个睡觉当中容易发病很多人你比如说早上也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啦，或者早上起来一起来以后呢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半身不大灵活了或者说是个说话呢不大利索了像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你就中风了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出血性的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活动当中像和人在吵架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在喝酒喝的特别高兴的时候突然血管爆裂这叫脑出血。中风病这一种病呢就是说预后比较一般来说呢病情都比较重像在以前呢七八十年代呢这个脑出血的抢救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当然说现在呢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进步包括手术这个水平条件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善虽然说这个抢救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死亡率降低了。但是呢它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中风病这个时期呢我们像推拿的介入治疗呢应该是越早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病情一旦稳定以后我们就说要尽早的介入治疗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推拿呢就是说在这个中风病的这个治疗里边它一些操作以及起到一些作用给大家介绍一下像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我们就是说先在头部我们叫头皮头皮这儿呢就是它有一个区域我们叫运动区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像偏瘫的病人它这个一半身它活动不利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头皮征里面一个运动风区呢叫运动区这个在这个区域里边呢我们给它先做一些手法这个呢也是以对侧你比如说是这个左侧的瘫呢我们做右侧右侧的瘫呢我们做左侧那么这个运动区的具体定位我们怎么来找就是这个眉心眉毛的两个中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点儿然后呢后脑勺就是后脑勺这个最凸的我们叫枕外隆突这个点儿摸到这两个点儿然后呢连线这个点儿连线的终点这个点儿连线的终点然后再靠前0.5个厘米0.5公分这是一个点儿这是一个点儿那么另外一个点儿呢就是眉心到这个什么后脑勺这个凸起枕外隆突这两个地方呢这样横着再连一条线一开始这样连一条前后正中间连一条然后呢侧面呢再连一条在这一条线的终点这条线终点就是这个点儿还有前面定的这一个点儿这两条连线的这两个点儿呢把它连起来就是这一条线这叫运动区那么在这一个运动区上它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儿
那么在这一个区呢，这一个区呢，就是管什么？它对侧的运动功能的。你像这一边不能活动了，那么我就在这一个区给它，你像我们平时针灸也好，推拿也好，那么这一个区我们怎么弄呢？就是用这个小鱼际，用这个部位呢，可以放在这儿啊，这样做快速的这样擦，快速的擦，大概这个频率呢，最好是能达到每分钟80到100次左右啊，这个频率啊，或者用指头擦也行，是吧？擦到什么程度呢？感觉到他这个头皮发热，就可以了啊。擦到头皮发热，这边一边擦呢，最好再配合上这边的这个活动，就让他抬胳膊，抬腿，是吧？这样配合上活动，做3次以上，是吧？3到5次就可以了。做完以后，这个以后呢，再一个我们就是还是呢，再给他点一点风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窝，斜的。还有竖的这两条肌肉交叉的这个窝儿，给它点一下，还是这样呢，也是寻找一个支撑给它一个顶的力量，然后呢，让它往后施加一定的力量持续在1分钟左右一分钟以上，然后松开，这样再反复的点，这样反复呢再点3到5次这个点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让它这个躺下再做一些其他的手法。因为中风病呢，这个病人呢，他是病危在脑，所以说我们在推拿的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头部的一些穴位我们还是要需要做的第一个呢，像这个百会，百会呢，这怎么取呢？这是在这个两耳尖儿，看这个两个耳朵尖儿，把它连起来的中点，这个是百会，在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点按，点。给他一定的力量，然后松开，再点，再按，百会完了以后呢，再就是两个印堂，印堂，在这个门外刺，旁开是吧？后方大约1横指的左右，这个地方按揉，按揉印堂1到3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推一推印堂，就是从印堂呢，到这个前发际这块呢，再给它做一个，把这个任督二脉呢给它交通一下，做一些这个直推。一般这个中风的病人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说话，他肯定是有一些说话不好的，要是个还有一些言语不利的病人呢，我们就做一个叫勾揉。勾就勾回来呢，做一个揉，那做哪个勾揉哪个穴位呢？叫列缺。这个列缺穴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下颌，下颌这个下面这有个窝，叫列缺，就是下颌的这个窝，这个穴位怎么为什么叫勾揉呢？就是说，你这个做的时候呢，可以用两个手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呢，勾在里边，勾住它，是吧？勾住它以后呢。这个力量呢，要往舌根的方向渗透，往舌根的方向渗透，勾住这个地方呢，做一些轻轻的揉，勾，勾住以后呢，揉，而且呢，还可以中间呢夹着一些稍微的轻轻的一些弹拨，就是这个力量呢，一定要往深，往舌根的方向，这个呢，就是对这个，像这个说话不清楚的。言语不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这一个，操作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这个，说话不好还伴有一些这个吃饭，你比如说，吃饭不能或者是喝水呛咳，是吧？但这样一些呢，我们再揉一揉这个天突天突呢是在这个胸骨柄，胸骨柄的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胸骨窝。这个胸骨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点按，做一个点按，点，然后放松，就跟点风池这个力度，这个操作差不多，做个这个8到10次以后呢，然后再可以这样提捏，可以提捏，
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拇指和食指呢，可以把它捏住，这个提捏呢不要次数太多啊，一般3到5次或者5到10次左右就可以了，就是这两个穴位啊，你看它这个捏上几次以后呢，皮肤就发红了你像还有一些这个一般中风的病人呢，还都有一些这个高血压，还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一个呢，可以轻轻的压一压眼球，这个压眼球的时候呢，就用两个拇指，这样放在眼球的上方，轻轻的给他一个压力，这个千万不要压得太重，轻压，然后放松，然后呢，再轻轻的压，再放松。再轻压，再放松，这样反复操作5到10次，再一个呢，高血压的病人除了压眼球呢，再推一推桥弓，桥弓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胸锁乳突肌，你像这个，一捏脖子，你看，这块肌肉，推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肩头这儿，耳朵后头这个肩头这儿，轻轻的往下推。尤其是这种患侧，你比如说他右侧偏瘫的话呢，你重点呢就是把这个右侧的这块呢给他推一推或者是这两侧同时推呢，你这个右侧呢力度稍微大一点就是患病的这一侧它是一个斜的，是吧？是一个稍微斜一点的肌肉。但是这个力度呢，不用说特别大因为这个地方呢，下面有好多的这个动脉和神经，然后如果你感觉它这边，像偏瘫以后呢，它有好多这个，患侧的这个肌肉，就是这一块呢特别紧。你可以再给他什么？轻轻的揉一揉，这样头面部的一些穴位呢，我们就操作到这儿，但是偏瘫的病人，你看还有肢体功能在肢体功能方面呢，我们再做一些这个，锻炼指导他一些功能锻炼，平时呢做一些这个放松肌肉的一些推拿的一些手法，上肢呢，我们分为内侧和外侧，内侧呢，第一步呢，我们可以先给他弹拨一下极厥穴，这个极厥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先外展，把这个胳膊呢外展，外展以后呢，在这个腋窝，在这个腋窝的顶点，这个呢，我们可以稍微靠下一点也可以，是吧？找这个穴位呢，给他做一个轻轻的弹拨，这个千万不要太重。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神经和肌肉呢，这个血管呢很表浅，在这个地方，所以做一个轻轻的弹拨就行了，这个极泉穴呢是，心经的一个穴位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起一个开窍，形成开窍的作用同时呢，对这个上肢的这个神经呢，这个功能呢，它有也一定的刺激，轻轻的弹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感觉到，有时候这种胀麻的感觉能传到这个，沿着这个上肢能往下传导这个就可以了。弹拨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揉一揉心包经，这个心包经呢，是在这个上肢内侧的中央，就是在中间的这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呢揉，这样放下来，放下来以后呢。按揉按揉心包经，因为心包经呢，它是从胸到手所以说我们送子经脉按揉上5到10次左右按了以后呢，然后呢再做做外侧。外侧呢这一块呢，我们叠几个穴位你像这个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呢，
像第一个从接鱼开始啊，接鱼呢，在这个像这个胳膊外展之后呢，在接缝切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在这儿啊接鱼啊，可以顶啊，甚至也可以弹拨，因为这个地方呢肌肉比较丰厚，是吧？哎，可以弹拨啊接鱼，然后呢屈迟，屈迟呢是在这个轴横纹啊，轴横纹的外侧端啊，就把这个关节呢要屈回来，屈90度。啊，轴横纹的外侧啊，还有这个肱骨外侧髁啊，肱骨外侧髁啊，这两个地方呢的中点啊，这是这个屈迟啊，屈迟啊，这个窝啊可以点啊，这个点穴呢，你最起码也就是说每次呢大概在1分钟啊，持续在1分钟左右啊，然后呢点3到5次，屈迟完了以后呢，还有外关。啊，外关，外关呢是在这个，这个腕关节啊，腕横纹上2寸啊，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呢，我们这一共是12寸，是吧？这个轴横纹到腕横纹呢，这一共是12寸啊，这样一半呢是6寸啊，然后呢，把这6寸呢再分成3等份，是吧？这是2寸啊，然后呢，在这个尺骨和桡骨之间，啊，就是这是桡骨啊，这个骨头是桡骨，这是尺骨啊，这两个。骨头中间的这个缝隙，然后呢再上2寸啊，这是外关。这个外关点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呢，可以向上，是吧？也可以向下，是吧？就是你这个拇指呢，你只要往上一偏啊，它就往上啊。咱一般的像偏瘫的中风的呢，一般都是往下，是吧？哎，这个力量呢往下走啊，让这个感觉往下走啊，这是外关啊，还有合谷啊。合谷呢，就是，你把这个手一合，把这个拇指和食指呢并起来，并起来以后呢，找它这个靠近第二掌骨的这个最高点，在这个地方，再就是，一个是合谷，再一个后溪，后溪呢，是在这个线上，这个第五掌指关节，就是这个小指的这个，这是掌，这是掌，这是指，掌指关节。啊，这是掌指关节的后方啊，在这个地方，这两个穴位呢，你可以同时脚拿，拿这两个关节，拿这两个穴位，就是你这个拇指呢，比如放在合谷，小指这个呢放在后溪，这两个穴位呢可以这样拿捏，好，你放松一点，好，这个可以拿捏。尤其是对一些这个手指关节、手指头这种活动不利的，是吧？屈伸比较困难的呢，可以给它重点拿一拿这两个穴位这个穴位点完了以后呢，再把外侧的这个肌肉把外侧的肌肉呢再通过拿揉给它放松一下拿揉就是说这个3到5分钟把这个肌肉呢给它放松一下然后呢。在这个骨挠肌这一块肌肉呢给它做做，可以做做弹拨看这个，这个弹拨呢就是，用你的这个关节呢压住它的一侧，然后呢，然后转到另一侧就是你这个关节下面的感觉，这个肌肉有拱动感从一侧拱动到一侧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刚得病的时候，关节这块一般受到这个限制不大，是吧？如果是后期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它一般这个你像，这个关节呢，它可能就打开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幅度不要太大，最好是从一得病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给它活动的时候呢，要活动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接关节正常外展这样能展平，是吧？如果你一开始这样活动不到位久而久之的话呢，它就这个再往下打开的话就特别困难了所以接关节这块呢，一个这样外展给它做如果是特别如果说它这块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它已经这样打不开了，那么你活动的时候呢，要慢一点，对吧？
那个就是用一些缓慢的这种撑法啊，就是撑开，把它撑啊，这样一点一点撑，如果疼的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呢，在这块给它，再揉一揉啊，再揉一揉，然后呢，再往开撑，是吧？再往开撑，这样撑一会儿以后呢，撑完了以后呢，再做一做，这样缓转的摇法，这个呢都是为了什么啊？华丽关节啊，就是让这个关节呢给它活动开，因为它自己活动不了了所以说时间一长啊，关节囊周围的这些肌腱韧带呢，它就松弛甚至粘连一定要把它活动开了。肩关节弄完了以后呢，是肘关节，因为肘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他这个肘呢，肘关节就这样尤其是时间长了以后就这样了，我们叫跨栏手，你要买菜的时候这样自动就把这个栏就跨上了，是吧？所以像如果他已经成这样的，就说像这种病人呢，从一开始你给他这个活动这个关节之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人给他这样，实际上这是比较偷懒，是吧？一开始给他活动呢，一定要活动什么叫功能位，是吧？我们正常人一活动，你能活到什么位？这肯定就是能伸展开的，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家属在这儿给人活动的时候就这样，你时间一长以后再想开，他开不了了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即使说他慢慢因为啥，这个中风病人一开始软瘫过上一两周、两三周以后就硬瘫，这个肌张力就高了，就开始往里抽。即使他抽，你也得给他什么一点点掰直了，一点点掰每次锻炼都给他什么但是掰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你这个手要护着这个肘关节，千万别这样掰这样掰就容易把肌肉拉伤给他护着他护着他，然后呢，一个手护着，一个手给他掰就是把它叫伸展，把这个关节呢要给它伸展开了。这是肘关节这一块儿那下面这个腕关节这儿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拔升这个拔升因为时间长了，你看那个手啊，有时候它就往里勾往里勾勾的抽所以呢可以做一些先轻轻的这样摇先轻轻的摇，然后呢摇一摇，活动开了以后呢这样给它拔对，轻轻的拔升。拔升，凡是这个活动关节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两个手一定要固定住因为你拔腕关节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手的话，你看，这个就把上面的都损伤了这样活动。拔升完了以后呢，再这样左右的前后，左右这样呢，再活动活动，腕关节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手指头的关节你像时间长的病人呢，他一般这个手呢，他就会勾回来了，是吧？勾回来，所以呢，你要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它松开，给它掰开，是吧？平时呢，你像注意呢，就是要给他为了防止他这个手往里抽，往里收，平时呢可以做一个垫，或者拿一个东西呢，软一点的东西，不要太硬。缝一个东西呢，给它撑在这块儿，就是防止它这个手，有一些你像这个时间特别长的，就这样勾勾的它把里边的肉以后这个指甲就抠进去了，就是一开始呢就给它做一个防护，甚至呢你像现在我们有一些那个矫正的仪器呢，就是一个板儿，这儿都给它固定好，放在这儿都给它，然后拿个东西往进一放，就是下面是一个板儿。这样撑开了，给它套进去，起一个就是让这个关节，固定保护的作用。因为啥？这个关节一旦这样收回来以后，变形了以后，你再往上打，这个东西几乎是不大可能所以说，一旦从这个中风的一开始，尤其是各个关节，肌肉的话呢稍微还好一些，尤其是各个关节一旦变形，再往要恢复它以来的以前的这种功能呢，它是非常难的。下肢这块呢，我们先点一个穴位叫气冲，就是在腹股沟，有一个动脉波动的地方，有个波动脉波动的地方，然后呢，
我们把手呢放在这个地方，给它顶。这个力度呢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的话呢，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太重呢，又容易压的，你要时间过长的话，它可能会下肢发麻，是吧？所以呢，给它一个适度的力，压多长时间呢？在1分钟左右，压到1分钟左右的时候呢，给它突然松开，让这个血液呢，往下冲，前面这个气冲点完以后呢，像这块肌肉。我叫股四头肌这个肌肉呢可以做一些轻轻的这个中像拱法是吧？可以做因为这个地方呢肌肉丰厚或者是用肘也可以是吧？用肘也可以做个2、3分钟就可以了重点呢是在内侧这一块儿。重点是在这块肌肉，这个内收肌呢，好多中风病人呢，就是这一块肌肉特别硬，特别硬，特别僵，所以呢，这一块呢，我们重点的做拿揉，做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长一点，是吧？把这块肌肉呢，给它松开，这个内收肌这一块。给它把它揉，一定要揉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膝关节呢，给它，像髋关节这个呢，再摇一摇就像接关节一样这个摇髋关节的时候呢，也是一手护踝关节，一手护着膝关节这样左右的摇，摇3到5圈以后。往上推，然后放松，这样反复，这样反复做3到5次，然后呢，把膝关节这块呢，再活动活动，这个膝关节呢，它就是一个屈伸，这个不要左右这样来回摆，是吧？这个有可能会，损伤它，它就是一个屈，屈，然后伸。屈，伸，然后呢，再把后面小腿、腓肠肌这些块肌肉呢，再做一些拿揉，这一块做一些拿揉或者扣肌这个做完以后呢，在腕关节这块呢，再做拔伸。拔伸的时候呢，要左手护着这个关节，右手呢这样，一边拔呢，一边轻轻的做一些这个前后的这样摇动，左右的摇动，尤其是一些你像左内翻的病人，因为中风以后呢，好多你像这个左内翻的，遇到这种内翻的病人呢，要多做一些向外这样撑的动作。撑，像平时我们要是说，像平时他要躺着的话呢，我们这块呢可以给他垫一个东西，顶着他，要不然时间长的话，他自然收，抽的话抽就，就抽成这样了，所以平时呢，我们除了治疗以外，给他弄一个，靠墙，靠墙的东西给他顶着，就让他保持这样一个姿势，中风这个病呢，像病程比较长。愈后呢一般也比较差，像我们推拿呢，也是，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中风这个病呢，确实是需要我们多方面的综合治疗，你比如针灸康复锻炼推拿等等，还有再就是有病人呢，就是一定要树立这个，坚强的信心，配合，像这个病程呢，像病情轻的，最起码也得1个月。1个月2个月是吧？病情重的有可能到半年或者1年2年甚至一些后遗症的可能好几年以上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治疗一定要持之以恒这种推拿的手法呢，就是说包括平时家里边呢，就是说要帮他长期的这样训练而且呢，就是说一旦得病病情稳定以后建议大家呢还是及早的这种
介入治疗啊，效果呢可能愈后呢可能会更好一些。